在整体方面就变化非常大。首先说在比赛，因为以前的这个冰雪项目只是东北有，并且在东北的话也可能只限制于这种极黑，就吉林、黑龙江两个省。每一次比赛的时候时间非常短，随着这两年这个大力发展冰雪运动，现在比赛因为规模非常大了，有时候比赛有以前有时候一天就结束了，现在可能要比个三四天，就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运动员都有。